道理。没听见太后娘娘说吗？若不是江姑娘，咱们都有嫌疑，自然不能随意离去了。方妙姐姐，你不是能掐会算吗？能不能看看那张纸到底是谁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算什么算？长点心吧。已经跪了一个时辰了，江二姑娘不累吗？回太后，累死是累的，只不过事关生死，臣女不敢懈怠。哀家可听说，刑部审问的手段，即便是活人也要扒去三层皮，任你再牙尖嘴利，到时候恐怕也派不上半分用场。古人云：“一于心之所善泄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只要能洗刷冤屈，不叫有心之人污蔑了臣女，受点苦又何妨？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好，那哀家就看看你这骨头啊，能硬到几时？娘娘，人到了。嗯。臣刑部侍郎陈莹蒙召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不过是个七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十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各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待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嗯，那你二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请看啊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。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，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无证不罪，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。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何时从何处搜来？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自阳指斋江雪凝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不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哦，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就记得那书皮上有四个字，只认得一个画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，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一个时辰刚刚读过。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哼。只怕他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你起来吧。是。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
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金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虽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羊脂斋查抄的消息都有谁知道？因姿势体大，咱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，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，不过咱家是有实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羊脂斋是亥时，中间有两个时辰，也许游走了风声。敢问黄公公，羊脂斋工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规，暂作拘禁。不过所有今日进出过羊脂斋的，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工人，都应当拘禁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，半途入宫之处既要查过所携之物，所以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工人，那此夜作乱妖言便该处死宫中。丁义指三刀，白鹿指两刀，宫中一应指品皆有定理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制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羊脂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一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羊脂斋的指数，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五分。张昭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，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从纸本身查起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仁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羊脂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纸是细事，既有先前拘禁之功额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，毕竟都伺候过半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陈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请太后娘娘准许，微臣在外等候。准。女儿家的住处精致，且多有私隐之处，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，也不知是怕冒犯了羊脂斋的哪位姑娘。讨厌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。